一则紧急的报案讯息。公主急忙开车抢救，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不去，这孩子就没救了。不要项圈给我，准备项圈。没有没有，我先让他进去拜托一下，让他进去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他有贫血的状况、发炎的状况，所以他的单核球会比较偏高。那血液生化的部分，他营养状况也是比较差的。那他有艾粒稀释体，四合一血液寄生虫的检查，他有艾粒稀释体，肌肉跟一些皮肤都不见了，那只剩下骨头。对，所以那个一定要截肢。